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刘玉婷，欢迎。玉婷哦，连续两周都卡关哦。哦，对啊。回去有做什么检讨跟调整吗？嗯，其实因为上一周就是自己喉咙状况不是很好，那有自己持续去看医生，嗯，然后又针对老师所讲的一些缺点啊，回去做改进，就是希望今天可以顺利过关。嗯，如果能及时改，但是非常好的一件，对，对自己来讲也是个收获。对，其实练不要练过头，有时候要休息一下，最重要身体要自己照顾好。有在改善一些饮食方面的习惯。嗯嗯，就是吃，你以前饮食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以前比较喜欢吃辣。哦，辣也还好，那个徐锦春也吃辣。真的吗？有的人要吃辣特别可以开嗓，对，像齐秦哦，一定要吃麻辣锅，对，一边唱歌一边啃辣椒的。对呀、啊。动力火车是一边喝高粱啊，对，那个是体质啊，体质不鼓励他这样，对，能够保养嗓子，少喝冰的。对，我不喝冰的。那 OK， 来，今天唱什么歌呢？哦，今天唱陈盈杰老师的《鸭草雅西灰》，来，一起来欣赏。鸭草雅西灰。